那边的一只老鼠，你好，小老鼠，你咋这么快呀、啊？动作，今天给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！哎呀天，都能撞呢，这个。看这个桶，前面已经送走了2只老鼠，今天送走第3只。为什么不直接放到这里呢？给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！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小老鼠，你跑不了喽，你跑不了喽，你要去往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。无处可逃啊！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首已是百岁身呐。老鼠此时的心情。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我应该把它往中间放放，中间放。把中间放不了，就往中间放放，这样好教它，是吧？拿水教你。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这体能真好啊，蹦蹦蹦的，这跳高冠军的，你这是体操冠军的，你这是，对吧？哎，掉进去再蹦上来，还能哎呦又上来了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首已是百岁身。为什么把桶放那么远呢？近点不行吗？差不多了，又上来了。要放啥呀？你这是？要收钱？又上来了。这跟你老鼠这体能真好啊，比人强多了。又顽强了，又顽强了。上来了，后面应该体能耗尽了。一会儿它啊，一会儿就到头了，好日子到头了。哎呀！还爬了，哎呀，好顽强啊你！哎呀，特别能战斗啊你是。
还是八德酒。就直接在离湖水洗漱也算第一天了。是来泰坦尼克号那个场景了，在水底下泡着往上爬。搁下了，哎，又爬上来了，挺顽强的小老鼠。你最顽强啊，这你是第三只老鼠最顽强的了，家伙这样。哎，再来点。自己上西天，哎呀，这嘴，哎呀，省点水吧，行吗？你就掉下去吧，行吗？别这么恋恋不舍的了，掉下去得了，差不多了，不用放水了，这水省下来，给人类省点水吧。弹了一下，下去，然后看你，不给你再加点，你是不老实。你就下去得了，这水省不了了，看见没？水是省不了了，这把开始挂了。就再不挂，你可真神了。下去吧。这你再不挂，你可真神了。下去。不行了，蹬着腿了。哎呀！花样游泳啊，下去吧，兄弟，下去吧啊！别坚守了，没有用了，下去吧，再见了啊，亲人姐，下去了，别下了，哎，这样就挂了，多放一会儿吧。挂了，结束他罪恶的一生。哎呀，搁边上了，放下了。哎，行了，我把这个地给收拾收拾，这地。哎，给老太太吃的蘑菇，给这老太太。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一会儿找塑料袋把它的尸体放出来就行了。这个老鼠笼子抓了三只老鼠了，还不错 good。 多放一会儿吧，能彻底死翘翘，再把它放在袋里。
嗯，挂了，成捆的老鼠，成捆的老鼠，这里边全是这个各种粘鼠的东西啊，这个都在断烂着的，粘不住了，我就粘不住了，对。昨天这个老鼠在这里边呢，昨天，啊，这是昨天的老鼠，好了，好了，不错不错，不错不错，嗯，不错。